着邻居家的 Toyota 追着雨落，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他都去过。我师傅，正好也是你的同事。你看你吃的那个，这不是有饺子吗？哎，这饺子也是兔子馅的。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这一个月陈独秀先生足足胖了四斤。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，把过去全说成一段神话，然后笑鼻子一样的傻。老头子还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呢，自己在家里搞这些封建礼教，我抗议。我也抗议，为什么不让我严念哥哥在一起？我也抗议，老头子封建。那这样不就是封建主义大家？